可窝里的秘密基地又挖出来个新空间。哎呀，走开呀！带你们去看看。应该在这里。啊，终于到了。佩奇，快，新挖出来的空间是留给你的。对，就是这里，这就是我给佩奇在秘密基地里刚挖出来的空间做的狗窝了。里面不光有沙发，还有壁炉、置物架、电视机，应有尽有。佩奇的床底下还有狗狗的零食和玩具，甚至我还给佩奇的狗窝开了一个天窗，即使处在地下室，外面的阳光也能照进来。我也给我的地下室其他的地方装了两个。有了这几盏天窗的加持，现在这个地下室你们爱了吗？好了，佩奇，咱们去看动画片了。